姑娘也现在环保党了。嗯、啊，不，朱大哥讲的，他小孩狗屎嘴要吃五粮液的。朱大哥儿子狗屎嘴，我刚从高铁站下来，直接奔酒店了，衣服都来不及换，我帽子没好了呢。喝多了啊，还带小朋友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走。今天朱大哥这个状况还可以啊、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啊。哎呦喂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丢。火车站下来，衣服都来不及换，直接来了，来，谢谢，喝多多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好，这是怪兽，是奥特曼，现在小孩是鬼王啊，冠军，这就多少钱品啊？1000多，哦，也1000多，这个你妈下不少名堂的，我估计今天像我们吃饭的话，这一桌可能才不及火车酒钱。啊，差不多，你要讲1000多一瓶啊？九百多块钱，九百多啊！啊，哎，不讲五粮液的吗？这个跟五粮液一个价格，一个价格。但我们前面是有 VCR 为证的，对，来，请看 VCR。有个证据啊，9月16号，他家儿子是10岁生日，过生日啊，五粮液多少个吗？52，最贵的。大家知道啊，到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证据。但是这个人好呀，五粮液我觉得六也冲了的，蛮好蛮好蛮。那五粮液是50几度的，五粮这个40几度，这个五粮液50几度的，像我们喝半斤，这个42，打狗零点九一瓶。哎，你去领分子也能回来，然后可以赌两大瓶，两大瓶我五瓶，好吧。我买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斗火的。哦，好，五粮液这个半斤人命，这一人选一瓶吗？好，那我们来了啊，来看看。哦，来，再打狗先倒啊！少不了，倒个满的呀！这杯子，哎，这个喝酒不就是杯子吗？小杯子，小杯子倒的累死啊！这个不能输呀！有输有输有输！这一杯还有5块钱啊！那我再倒到这一点，这一瓶这一线就没有了，一瓶一线就没有了。又来了吗？哦，好，来了吗？没有一个斗鱼的人，没有一个斗鱼的朋友，这个是不是啊？这么重要，看看现在小朋友都幸福啊。朱大哥这个公子从小是捧到手心中长大的，他要个星星他绝对不会给他个猴子，太幸福了。小朋友10岁生日啊，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，来个嘴型素嘴的，哇，这个黄不得了，你来你来你来来来，这个看一下黄可以啊，你讲这么多年打牌也有，到现在也没打吗？来啊，兄弟啊，来来来！今天这粉丝吃回来很容易啊，多喝点酒行吗？清蒸高鲜鱼来了，石斑鱼，今天这是全是精彩啊，大鱼大肉，来来来，大哥，配一个配一个，来来来来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来兄弟，好、啊。哎，架子都要进去了啊！你，一瓶还能多少啊？我的第二瓶啊，我们也都第二了。好，清正一人一瓶。清正老爷，这是藤教镇的王八盖子。你好好的吃饭吃打起来了，怪小孩高兴啊，在旁边，怪还有棒棒的，还有棒棒的，怪一个。哎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现在。好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快一个！服就问你。其实我们之前讲说要喝多少吃回来，都是开玩笑的。大家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你看这边没喝完的放这边，都知道我最后一杯必须是啤酒。现在在馆子里面吃酒席，但其实都是大同小异。大家呢就是吃个热闹，吃个开心。你看后面他走科学实验了，原来现在小孩都是非常幸福，这种十岁生日过得特别的热闹。很多我平常去的朋友跟我讲，说十岁过我们生日啊，我们这边的不多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。南京小孩10岁20岁，实话实讲都是大生日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走一个，来，祝小东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今天还要少喝点。明天要到高淳参加环太湖自行车赛及长三角穿越赛，喜欢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。来，结束。穿越图了。